不想去了。那我们羡慕你们荔枝、龙眼啊，什么的，也是很不错的。那个身子，八身子的功夫啊。那你是一个大的花旦，还有呢？早上6:30，要多少钱去那个什么马九马化山？20块，你一个人去一个车了。就送到山顶吗？就送到山脚下，那个山顶这个车是上不去的，不能到山顶的。你在那个沙滩那里再看九马化山了，没有那么远，不收费。啊，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，不骗人。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，我先看看，好，没问题，我刚来，我先看看，马上走。我觉得这里挺好看的，我先在这里欣赏一下哈。你去忙你的吧。啊，没问题。啊，谢谢。太阳下午5点，太阳落西的时候漂亮。这里的还挺热情的，就是给我推荐各样的一个拍照的机位，然后呢，什么时候来拍照？然后呢，我不坐他的车，他也不恼火，就是还挺好的。这位大叔送我去黄布倒影，他说黄布倒影比这里还要好看啊，10块钱送我过去。师傅，你觉得除了黄布倒影，还有哪里值得一去的？还有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。有个甲天下啊，那个也挺漂亮。还有呢？还有一直都到相公山而已。我每天早上都连续3天都是4点钟起床，好累。最佳的拍摄时间黄布倒影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早上6:30到7点，就是靠九马化山阳明。没有九马化山，不要钱都没人来了。阳朔吗？啊，对。拍景点呢，就是20元背景的，就是也是阳明的。啊，我穿的很破烂，很不好。那你为什么不穿好一点呢？太热了，好，我家有，不喜欢穿了。老了又怕热又怕冷，很难搞。你怎么不搞一个微信二维码呢？他要你换个手机，我去了2台了，一个手机要1000多。好，上去。嗯，赶快一点，等一会晚了。对，要1000多，我去了2台了。他问那个，他说你这个老人手机办不了，要换个智能手机。智能手机要1000多吗？我都没钱了，不想干了，不换了。这里去那个黄布放影的话呢，是要穿过这种乡村的巷子的。如果不是大叔带路的话呢，我自己找的话呢，可能还要找好多时间。现在是7:20这样子，然后江边的话都没有游客，很就是比较惬意吧，都是一些本地的一些在这里干活的一些居民。
不要为洒落的牛奶哭泣。继续拍摄。刚才那位阿姨问我要不要去她家吃午饭，然后呢给我做一些鸡蛋，鸡蛋不是买的，是她自己家养的土鸡的，很好吃的。阿姨辛苦吗？你说辛不辛苦嘞？辛苦呀、啊。等一下太阳到了，还要跟着跟着。大伯没过来，对他辛苦。那么辛苦啊！是老板，下工山玩嘛？下工山？啊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我走过去。走不走啊？我就沿着江边走过去。哦。好嘞。你养不起呀、啊，你懂不懂我话呀？我听不懂。哦，我是叫狗啊，叫狗，啊狗了，叫狗了。用铁丝网裹住的一些这个石头鹅卵石。现在走路去九马画山有3公里左右，能够听到那个江浪声，然后呢还有这个蝉声，就特别幽静，在这条小路跑步一定很舒服。然后那个上面它可以玩手机，这个的话是一个1350。大姐，这里还有房吗？是多少钱一间？单间吗？哇，你家这么漂亮。住得起。你给他打工一个月多少钱？2000多一点点。我们这里工资很低的。一般我们这里的民宿大多数都是租出去的，不是自己弄的。啊。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租给老板的投资的。就你们是一老板，他们是二老板。哦，也可以这样子说。啊。就相当于人家做门面的那一种。那里是一个大的码头，还有那个停车场。到上面去看，下面去看看九马画山呢。嗯，这里的村民真的好热情啊！阳朔本来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城市，应该是见惯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的，已经是对我这种游客也是见惯不惯的。但是呢，他们有那种刚刚接触外面来人的那种非常古老的淳朴的那种热情。果汁，橙汁现价多少钱一杯？8块。
你们这边没有热带水果哈？没有，太冷，我们这边冷，相对来说可能没那么容易存活。龙眼也有，但是没有那边那么大一颗，小小一颗。所以我们羡慕你们荔枝、龙眼啊，随便吃呀。那么热带水果的话便宜啊，像芒果之类的都很便宜。到了九马画山这个景点的地方了，所以的话就开始有一些小摊了。可以帮你热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红薯饼，有红薯饼，有虾饼，有芋头饼。多少钱一个呢？10元钱三个。这个挺难哦，天生无欲。我身后的这座山呢，就是九马画山，但是呢，要坐这个轮渡到对面才能看到这个我身后的九马画山。坐船的话是10块钱。大姐说她这边有人专门去找一些就是飞丢的无人机的专业团队，然后呢她可以帮我找回来，只要给一定费用就可以了。来，你打吧，把她的电话给你。好的。没有没有，爸，我开个张吃点鱼。这个饼现做的，好好吃的。这个是红薯做的，这块也是红薯，红薯是地瓜。嗯，可以吧？可以。要不要吃鱼子饼啊，美女？我要换羊面酱啊。对，你那地方没有这个东西，来这个品尝一下，对，看看好不好吃，哪好吃啊，也可以。它叫红薯地瓜饼，它其实就是红薯就地瓜，地瓜就红薯。是啊。那帮我要你用吗？用我吗？我给你看一下。现在帮我买。在我们这里。阿姨不用了。用。不用了。没有。发霉啊。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橙汁的话是大姐帮我冰镇过了。这个取的等八十多三个人都得配那个水取了的，这样啊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我这也好多的，我这没发了，我得退钱给他发了，我退的是为什么？现在是中午的12点左右嘛，然后江上的话呢有很多那些船只了，它的那个柴发动机的话就轰轰轰的响，反而是我今天早上7点半在这条路上走，就很幽静很幽静，仿佛是遗落人间的仙境，就如同漓江的这个广告语一样，这样的话就更热闹了。我觉得在这条路上走更惬意一点，不是因为花不花钱的原因，你看他们在那个江上哈，还要撑着伞，其实是很热的。你看我在这个江边哈，有这个竹林遮挡，然后呢其实非常的凉快，看的风景的话呢也是很不错的。所以就感觉哈，就穷游和富游各有各的风景，各有各千秋。我走得太累了，我要到床上去坐一坐。像我这样的一个旅行方式，就是背着可能几十斤的一个背包，然后呢在30多度的一个烈日高温下徒步10几公里，这样的一个旅行方式真的是有点自讨苦吃似的。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说这样的旅行方式有什么好处的话呢，那可能就是苦尽甘来，有一点点好玩的就会显得特别好玩，因为你会格外的珍惜这一点这种辛苦换来的一个甘甜吧。走到了20块钱人民币的那个背景图，这里有很多那个鸬鹚鸟，
的。二十块钱包括哪些呢？就是开到江上是吗？没有没有，不走的。啊？不走的。不走就是我可以在那个床上自己拍照是吧？对，就自己拍照。啊、哦。你今天 一杯都没卖出去吗？卖了。以后没卖。没卖，你看我。炸都炸了，前面多了没卖。这个全部是那个炸起那个渣渣，然后不卖。我就说看你磕了，我的这个是最解渴的，你没些好放了糖，我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。你看我这个瓶子里面，它那个有这么新鲜吗？你看果子就看了。<笑>你家种的？我自己种，我还有那个沙田柚。这边大一个了，现在正宗的沙田柚。我今天早上是5:30钟起来，洗了脸漱了口，煮的那个早点，我这个过去了，我这里过去没有很远，我就在上面这里住的。我还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三个孙子，大孙子也工作了。那你这个怎么卖给我？卖两个给我多少钱？5块钱一个，你占面子。不好吃能退钱吗？可以，我加倍退给你。那行，不好吃不甜的话，我要退钱哈。嗯，加倍退给你。我还刚才我给那个奶奶推销了两瓶那个橙汁，她不相信，她说卖这个没那么容易的。我看到两个美女过来，其实我是奔着挑战一下我自己的，就是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卖出去，没想到真的成功了。多少钱？他那个脖子为什么一直在动呢？他扶鱼啊，可以。啊，这块不要钱，你可以3-2块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动的。啊啊。这个一篮多少钱？一篮了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可以了吗？反正是我刚刚摘来的，这也难做，慢慢卖动。对，这边还是转不好一点的。又不收费，不用怕，这个啊，这个也是免费拍的，你要。我还有20块钱，上回来我那20块钱都不知道丢了。他不会跑吗？我们专门现在是在动他。
点。二三，哎，一二三。二周也够多。我看看汤底了啊。好，不错啊。好，可以。一二三。